民宿老板在柜台确定订房预约，这荧幕上一个个黄色色块几乎都是被旅客退订。员工没客人可以接待，只好把大厅拖鞋统统拿出来整理。因为地震影响，花东地区饭店民宿出现退房潮。这间位在花莲市区的民宿退房状况一路影响到双十连假，已经降到剩下一两间左右。因为毕竟花东线目前还尚未开通，也大大降低旅客的旅游意愿。像是一些比较重大的日子，10月10号的国庆日，原本有80%-90%的住房，现在都只剩下50%以下。强震重创观光局，为了抢救花东观光，也宣布10月1号开始到12月15号，要启动第二阶段团体旅游补助，每团加码提供10,000元。每团从这个2万到3万元的一个额度，会增加到40,000元。那也鼓励我们的民众哈，那多多去我们的花东旅游消费，那提振当地的一个观光的产业。加码补助，旅宿业者当然乐观其成，但排除自由行旅客，在地业者也担心成效有限。能够有机会让自由行的伙伴在针对于交通的部分，因为来花东地区最重要的支出就是交通跟住宿，在交通跟住宿部分能够有一些更多的一些的优惠补助的措施，我相信一定会更好。补助会不会放宽到自由行？观光局表示，目前还没有规划，只希望第二阶段补助真能刺激旅游意愿，抢救花东震后观光。三立新闻胡克强、吕燕、王浩源、夏邦明，花莲、台东、台北采访报道。